你再敲电视也不会好了啦。至少今天是不会好起来的。包包里面没有钱，你不要再翻了。我家里没什么东西好偷的。就是一个老公寓而已，你有什么东西好偷的？拿来吧。拿来呀，你说的稿子呢？
你在说什么？我现在已经是个作家了，我出了一本书，可是我现在找不到他。起床了，他是不是快死掉了？平常不是放在那吗？要开就开啊，傍晚之前关起来不就好了吗？蒲公英吗？蒲公英是什么？路上常看到的啊。自由路上有很多的蒲公英，从这边过去只要10分钟。可是我已经有一个。不一样哦，那是一大片的。我的是飞进来的，从那里。妈妈也很喜欢花，而且很漂亮，但花的不长。你怎么知道你妈妈长什么样子啊？上过学吗？我的名字叫宋瑞生，那你呢？拉拉。
你女儿，她不会读书写字，也没有朋友。我问你，她以后要怎么办？她应该很想妈妈吧？送他玩具有用吗？你跟我爸很像，但你还有时间可以改变。最新动态，目前气象。